姚恒要不要再多讲一下，就是机械论，你因为一般人是的确不太理解这个机械论，这个首先这个名词，这个机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平常想到的机械跟你说用指点碰撞来想象这些自然的事情，这个怎么讲，而且他们是怎么，就是说你刚提到说笛卡尔说大家不要去讲那一些你经验上不能够感觉到的事情。谢谢。这个机械论这个名词是后面的人用的笛卡尔可能他没有用这个名词，波义尔后来后面的人用这个名词，但机械论最重要的是当初力学 mechanics 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有力量，但当初的 mechanics 机械论就是 mechanism或者 mechanics 的这个这字延伸过来的。所以这个机械，因为在动力学之前，所有的物理能够探讨的内容基本上是静力学那静力学就是我们国中所讲简单机械这些东西，所以机械就是可以感受到的，可以测量到的，可以观测到的所以当然这个名词，刚才高主任说的这个名词就是说它是真正的所谓笛卡尔讲的所有天体的东西，或者所有我们物理这个现象，都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来描述来出发。但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现象来描述出发的基础，一定要从几何学这个占有空间的物体来出发，这是笛卡尔的设计所以您说这个机械论为什么是用这个名词是后来的，那之前呢笛卡尔主要是说他用物体跟物体位置的改变，用这两个观念来描述整个自然现象是他的要求，后来的人说因为这个现象是每个人不能排斥的，而且是这基础是很扎实的所以说不能排斥，日常生活都可以触摸到的，就是就好像我们的机械它为什么会转动，都是因为它的原因慢慢延伸过来，所以我们的感官五官这个视觉听觉嗅觉都是，比如说我们茶或咖啡都是咖啡发出来的那种味道的粒子跑到我们的鼻子里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经验并且是指点跟运动来解释的那后来我们用这个名词这样子。好，这个我们这个请大家提问，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那个张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立景和高中的陈佳琪。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说像我们在介绍克普勒行星三大运动第一定律的时候，当然它是一个现象，就是它是椭圆轨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学生解释说这个椭圆轨道是不是跟行星运动本身是非等速率是有关的，可不可以这样子解释？好，谢谢。应该是说面积率和椭圆率合在一起，那么就会有这个速度不均匀的状况发生，或者反过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圆运动，如果它是一个圆周运动，那么所谓的面积率就代表它是等速圆周运动。那可是在我们的天文观察中间呢，我们会发现行星绕太阳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有快慢之分的，因为它有近日点有远日点，那么在近日点的时候呢走得比较快，在远日点的时候呢走得比较慢。那这件事情从地球跟太阳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怎么说呢？你知道有一个春分点跟一个秋分点，就是说春天的时候太阳刚好越过我们赤道嘛，那个瞬间太阳呢就回到我们北半球，这时候春天来了，慢慢的夏天，然后到秋天，秋天的时候呢就又越过赤道就到南半球去了。那
从春分的3月21号到秋分的9月22号或者23号，你去算有几天，你会发现3月、5月、7月、8月大约都在比较在这个时候。而如果是从秋分那个冬天的时间再转回来的时候，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大概179天跟186天的这个差别，差个7天。所以这件事情就差不多证明了地球绕太阳不是一个等速运动，那当然也不可能是圆运动，所以它是会有近日点跟圆日点的。可能从一些这个实际上的日常生活里面的行为，那个日历啊这些东西，跟他们介绍可能会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状况。因为这个事情有一个比较麻烦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你想看这个茫茫天海啊，地球距离太阳啊1亿5000万公里，这科普的他到底怎么会知道他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他跟他的连线拉出来的那个面积哈都是一样的，这事情实在太奥妙了。这个我们姚文可不可以请你科普勒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很重要，这比较有意思。好，谢谢张教授。刚才您说的的确就非等速率跟面积定律是完全相关的第一点。第二点，那个因为在科普勒之前，所有的天文学家都在寻找圆周来描述所有的天文现象啊，因为圆周是最完美的，那天体的结构也是最完美的啊。但是后来那越来越复杂，所以托勒密的学说被哥白尼的学说所取代。哥白尼只要5个同心圆就可以解释所有行星逆行现象，但是哥白尼有一件事情没做到，就是在同心圆的圆心它一直很模糊，他有时候说是太阳，有时候又是在太阳周围，所以后来科普勒就发现了不是等速率圆周运动。那他后来怎么发现？当然他是由 Tycho Brahe 地谷的资料。那但是科普勒他本身也有点难过，因为他破坏了均匀和谐的这种关系。但他后来他找到，虽然不是等速率圆周运动，但是有另外一个均匀和谐的关系，就是面积的改变是均匀的。最后他找到了这关系，他说在3个定律当中他最喜欢这个定律。那当然刚才张教授所说的他怎么找到的，这个是有很多测试方法啊。他先找到是等圆周运动，但是是偏心，地球啊，对不起，太阳不是在圆心，是在偏心。当然找到这个时候这个他用到其他的关系，慢慢的这一个他花了5年。那一旦花了这5年时间找上正圆的偏心的时候，他3年4年就找到椭圆定律跟面积定律。那怎么找到？的确是我们后来跟张教授带我们做的研究，就是用现在的方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大概我们就是去找一个均匀的关系，就是说没有了等速率圆周运动，是不是有其他均匀关系？那当初他就是用这种测试就是的确是我们现在一直都是重复做了就是说要把它的全部挖掘出来，我们还是不是非常这个完全知道它细节。那真正细节就是前面5年所说的是偏心，然后再用我们今天的方法把它逆推过来。那你说它中间细节怎么找到？我们还是可能有一种创建，所以还有硕士论文可以做，或甚至博士论文可以做。OK， 或甚至这个张教授讲，还可以升等。不过这个刚才两位讲到或其实这个问题提到说，这个圆跟椭圆哈。那古希腊都觉得说圆是最完美。事实上你如果是看外头，不是看行星，就是看这个晚上星星，的确它就是绕一个完美的圆，因为是地球自转嘛，所以圆是的确有很多的优点的因为你观察到说这些 star 是绕是圆周运动，然后它又是最完美。伽利略也是相信是圆的，所以伽利略对于这个科普勒的这个椭圆的发现恐怕还没有很深刻的，因为没有历史没有太多记载说他如何反应。
所以椭圆的这个认知，或者说什么偏心圆啊等等，这些都破坏原来的这个圆。那当然你不得不接受了，就是现象自然如此了。可是人类万万没想到，就在牛顿之后，我们才知道说真正美妙的是方程式，对不对？真正具有对称性的方程式，而不是方程式的解。而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是影响重大。大家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我们从圆发现说天体运动的轨迹不是圆，是椭圆，那可能伽利略就会失望，对不对？他也许没有反应，就是说他不晓得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对看待这个科普勒的这个发现。可是后来牛顿把科普勒的发现收纳到他的运动方程式，而运动方程式是具有圆的对称的，它其实还有很多巧妙的对称。OK， 所以真的是怎么讲，就是绕了2000年，绕了一圈又回到对称，可这个对称是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一个更就是大概就是只有数学才能够彰显的层次，对不对？好，刚才有一位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好，我叫施雪琪，我是龙门国中9年级的自学生。就是刚才有提到，讲到月亮在被地球吸引，它的向心力的加速度会是苹果的3600分之1。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是如何可以测到他们的质量，还有就他们的距离。谢谢。好问题。那个，我有一本书啊，叫做什么《数学放大镜》，里面有一段叫做牛顿的月球试算，就他算这个，你刚刚讲质量哈，这东西当然是很有趣的。就是刚刚他们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重力这件事情呢、你只要从那个位置开始有一样的速度跟有一样的距离的话，跟你的轨迹就定了，跟你的质量没有关系，跟你的质量没有关系。这个叫做弱等效原理。那我先不要扯那么多，但是我们要算月球绕地球的这个向心加速度，不需要算它的质量。只要算它的速度 v 跟那距离，所以关键在距离。为什么？你知道距离以后，你就知道圆周。假设它是圆，这当然没办法，要先假设它是圆，所以它有距离，距离假定是 d， 它的这个圆周就是2π d 吧？2π d 那一每个月。就是恒星月的话，27点多少天了、啊？我们用恒星月来算的话，你就用那个27点多天，把它换成秒嘛，除一下 v 就出来了。那 v 平方再除以 d， 好就可以算这个。那另外一边就是9.8，那是在地球上面做实验得到的。好，那下面的关键就是这个 d 呢是地球半径的60倍，就这个距离 d。是地球半径的60倍，那这怎么知道？就除了知道这个以外，还要知道地球半径是多少。刚刚有讲到，牛顿当时把地球的半径算得太小了，所以一开始他没有算对。但你如果算对的话，你还需要知道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是地球半径的60倍，你需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在古希腊时代呢，他们用了一些非常巧妙的几何。他用了几何的方法，那些非常巧妙的设计算出来。现在这个现在讲这个算的办法有点复杂。不过如果讲几何的话，你现在读3年级，他用的主要是相似型。这个姚恒在那个《千古之谜》里面，他有写这么一段。他说这个月亮你拿个钱去想办法把它遮住，那你就量你的这个手臂长跟这个钱币的。直径的1比110，那你会发现这个数据跟你去处理太阳是一样的，就满月的时候跟太阳是一样大，可是呢这两个距离差一点，所以下面一步就要利用日食月食的这个状况来处理下一步的这个问题。不过
在牛顿的时候已经知道，伽利略就知道，就是古希腊其实就知道了，不过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月地距离是地球半径的60倍，这个数据很重要。你现在如果说真的去 Google 查他们这些数据的话，也差不多就是60倍多一点少一点，就差不多这样。所以当时他们古希腊时代，他们利用几何学来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超越他们的思想，非常非常超越。他们用很简单的几何工具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月亮被地球吸引，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那刘备为了这个，他也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就是他站在一个高山上射箭，咚射出去，箭掉下来，咚再射出去，越射越远，越射越远，这个箭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最后呢就没有掉到地球上，就咚就掉回来，掉到自己头上，绕了一圈，那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月球有一个横移的速度，它有一个横方向的速度，这个速度如果是对的话，那么就会让它转，它不会掉下来。所以这些思想在当时，我想同时被刘备一个人掌握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不要小看，还有另外一边，他有一个很大的微积分的工具在他的手上。那个微积分的工具在他那个时代，因为这些东西主要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无人能及啊。所以他写 Principia 的时候，他写出来人家看不懂，尤其是那个命题71说证明说，就跟刚刚这个问题有关系啦，就是说，地球对于苹果的吸引力可以视为地球的质量集中在地心，由地心来以这个半径的距离平方来做吸引。这件事情是他的命题71，他这个71证明出来，在他书里面，一直隔了100年以后，英国有一个数学家叫 Littlewood，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 proof left the reader 就是 helpless wonder， 就是他留给这些读者是无助的困惑，就是看不懂。所以这个是他这本书很难懂的这一部分。不过现在我们都把他大部分重要的东西都陆陆续续都已经写成比较简单的这个情形了，所以应该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不过你刚刚问到说质量，这个距离当然就要用几何学的办法了，巧妙的几何学办法，那细节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可以讲的。可是讲到质量，你看看有什么数据，例如说地球质量多大，你怎么知道地球质量多大？你有的数据是地表，这叫做每秒9.8公尺的加速度，对不对？对不对？地表的这个重力加速度。然后你如果根据刚才两位都已经秀出来的，你高三学生也已经，国三学生，抱歉 ，OK。的这个所以你大概还不知道，就是地表的这个重力加速度是跟地球半径平方以及地球质量以及这个有一个常数叫做万有引力常数是相等的，或者说成正比。好，地球半径是已经假设说几何办法可以知道，那地球质量你不知道，可是地表的重力加速度知道，所以你只要能够量到那个万有引力常数，你就可以推出地球的质量，对不对？好，那现在万有引力常数可以怎么量呢？可以在实验室量，你知道，因为你只要拿任何两个物体，例如说两个铜球，让他们，你可以用很精准的在实验室，你可以很巧妙的、很精准的去测量这两个铜球彼此相吸的力。那你只要量出这个力，然后你假如说你相信牛顿是对的，就是这个引力真的是万有，任何两个物体，你跟你隔壁的朋友之间也有这么一个吸引力，所以这个吸引力是可以量得出来的，我们实验室是可以量得出来的 ，OK， 只要我们把你挂起来 ，OK， 是可以量得出来的。那你量出来以后，你就可以这个力量出来以后，你可以去推算出这个万有引力常数，然后你就可以再加上每秒9.8公尺的这个地表的重力加速度，就可以推算出地球的质量。所以在实验室去测量万有引力常数，人家就把这样的实验称为
测量地球的重量，但重量就质量了，测量地球质量。所以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地球的质量。对，这是好问题，他们可能不够精准的。OK， 对，这个是后头。对，所以 Cavendish 的 paper 可能就是标题就类似说它是测量地球重量，对吧？或质量。就 Cavendish 被人家称呼为第一个测得地球质量的人，就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我想补充两点啊。第一点就是牛顿在他所有计算里头，从来都是用比值。所以它的质量都比掉了，都消掉，像我们刚才苹果的质量跟石头质量会消掉一样啊。所以加速度距离是可以测量的，所以它并不晓得地球质量啊。刚才张教授也说可能是 Cavendish 做出来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以后我们用的什么质量单位啊，牛顿也不知道啊，质量单位是1860年左右，或者力的单位啊，牛顿也不知道什么叫力的测量的单位，全部用比值，所以力最后牛顿说是一个未知函数啊，所以是跟距离平方成反比，所以它一直是数学，它没有单位的啊，1860年才有这个力达因的单位，后来变成牛顿这个单位，然后质量单位实际上是从一 cc 的水变成一克，一克变成1000克，后来我们就说是那个法国的那个标准实验局这个铂金啊，把它定为1000克啊，所以质量是很晚，力是没有单位。对牛顿而言，他从来不说力是怎么测量，他不需要，力是一个数学函数。这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补充刚才这个景和高中老师，我刚才突然。这晃过去，这个面积定律啊是第一或第二定律啊，每个人说法不同。但在这三个定律之前，这个科普勒他导出一个关系，那他称作第零定律，那叫做距离规则。啊，他很清楚，就像您刚才说的，离太阳越远的行星，它速度越慢；离太阳越近的，它速度越快。这就叫距离规则，就是您说的。因为速度关系得到面积定律，完全正确。因为距离乘上速度就是面积的速率，啊 ，r 乘底乘高嘛 ，r 乘上 v 就是底乘高除上时间，所以这个规则就是得到面积定律。啊，刚才抱歉，我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啊，所以面积定律是这样得到的。谢谢。好，还有没有问题？姜老师你好，我是延平高中的连子安老师。我想问的是，牛顿在那个时候一直去避免，不，牛顿之前一直去避免使用到力的这个名字，一直用的是趋势。那在前面笛卡尔他们在解释一些静力篇的事情，他们用的是力吗？谢谢。他们用的叫推跟拉 ，OK， 他们很少用 force， 但他说这个推跟拉。的怎么测量，完全是看它对应的，比如说杠杆原理对应另外一部分这个物体的重量，用物体的重量来称。当然重量是牛顿才说它是来自于地球的重力啊，所以在以前 force 观念有写过了啊，可能是达文西或者其他的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有用过这个 force， 但这 force 只用在静力平衡。在动力学里头从来没有一个人用过 force， 在最先开始我们叫做就是为什么这个石头会前进，脱离我们石头还会前进，是因为空气在推动这石头，也就是说刚才高教授说都要接触，然后后来他说不需要，如果推动这石头的话，那如果这石头后面拉一个线的话，那空气推动应该线跑到石头前面了，所以他就说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空气在推动，所以他说他你丢去的是离开我们的手的时候，这个石头握有 impetus， 就握有原初的动力，我们翻译成原动力，都没有出现过 force， 也没有出现过 momentum、okay? 最后唯一把 force 引入在动力学的的确就是牛顿，他讲的是 impressed force， 外力
跟后来刚才我们说的 centripetal force 向心力。惯性力是机械论所说的，它代表这个物体运动的强度。OK， 所以它是刚才我说的是一种 power， 是一种强度。这个时候你用力，对机械论观点人来讲是可以的，可以被接受，但只停留在物体内部。我们称作惯性力或者固有力啊，或者说内力啊，它这个只有这一个。以前的人不能用力用在动力学描述上。三位教授好。我是南湖高中的物理老师张志伟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会教学生说，那个质量越大的东西，它的惯性越大，但是后来又有教到动量的概念呐、啊，那有一些课本会提到说，那个叫做动态的惯性，那到底说质量还是动量比较能够代表那个惯性的大小，还是说这样的说法其实都不一定很好？谢谢。这个说，好。啊，您说惯性是吧？啊，对，当初当然，就是如果是说抵制运动的变化的话，应该是讲质量，啊，就是说，什么叫惯性？嗯，对，什么叫惯性？就是我质量越大，我越不容易被改变，啊，这就是应该强调在质量上啊。那您说这个动量的话，是不是惯性？我想是可能比较弱一点了。我会强调质量是惯性大小，因为这两个成正比嘛。因为动量多了一个速度，所以质量大，动量也大。对，但是如果说这个一个物体，假设它是固定的话，质量固定的话，速度快慢，你说要改变它的这种状态变化的话。我想跟速度快慢应该是间接有关的，只要维持动量守恒就好了。您想到我意思吗？啊，就是说它应该不是代表它的惯性，我觉得惯性应该是质量比较强。如果有说错的话，请高主任补充一下。不，就是说，我们这个力改变的是加速度吧。OK， 那加速度是等于说速度再变化一次，所以其实你那个原来的这个速度，某个角度来讲，重要的是它的变化，对，变化程度，它的变化率，对不对？所以即便你原来有速度没速度，可能重点还是在这个质量上面，对不对？因为你速度原来是静止的，它可以加速度很快，原来是速度很快，它可以加速度很小。那个我想问说，那如果把动量说成是动态的惯性，这样的说法适当吗？因为有些课本会提到这个词。我个人是没有用了，那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个人是没有用。我也比较没有听到这样子的讲法。好，邵教授好，我是万方高中江斐瑜。我想再请姚教授再跟我们再厘清一次定律还有原理定理。这些区别在哪里？还有牛顿的三大定律，他们的发展，刚才就讲到惯性，再接下来是运动定律，然后再来作用力法则。为什么我们每次讲就讲三大？他们之间是有什么关联性？为什么每次都要把它摆在一起讲？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讲清楚一点？谢谢。那我先讲，等一下两位教授再补充。您说定义、定律、原理。定律原理还有什么？还有定理。哦，定理应该是数学上用了，物理上很少用定理。我碰到物理定理好像只有功能定理，其他我好像都碰到是定律。当然数学大概全部都很多都是定理，从公设出发底下都是定理。所以物理大概都是讲定律。那原理譬如说大概我们大部分都是讲定理，譬如能量守恒定律，原理比较少了。所以牛顿有没有用他书名虽然有原理这个字眼，可是内容有没有原理这个字眼？没有，全部它里头就是 law， 对不对？ Law, 就是我们翻译做定律或者命题。对，里头对一个要证明的东西叫做命题。对，那对他写了193个 proposition， 当然他也把这个命题又对应成定理，因为就好像张教授说的，他这本书是数学。那么刚才您说那个定律，牛顿只写了三个定律，其他全部是命题或者定理，另外有八个定义，
那他从这8个定义建立他整个数学的结构，所以这个是大概物理上都叫 law， 都叫定义。他有十几个引理，引出的引，那是专门针对微积分他写的。啊，叫雷马嘛，对，雷马，雷马，雷马就是为了数学而写，好像现在数学的书也是按照这种说法，哦，数学都叫定理或者引理，然后物理之前是引理，对，引理之前是公理，对对对，没错。所以哈，就说简单讲，牛顿就是这本书哈，原理只出现在书名。它里头没有原理，那你们可能有人可能听过我在外头做科普演讲，我就跟人家讲说什么叫做原理，我们不懂的东西就把它叫原理。可是因为牛顿的内容它没有原理这个字眼，它的定律就是原理，就是我们它的定律就是我们不懂的东西把它叫定律。所以你不要跟学生说你懂不懂三大定律，没有人懂，它是出发点。OK。那这一点其实也许讲到这一点，那因为我现在知道说今天很多是我刚才讲说我们是跨学科的，可是今天其实主题就某个角度来讲其实还蛮深的。如果你不是高中物理老师或现在正在念书的高中大学生你是生物老师，可能今天的讨论也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生疏。不讲起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也利用机会谈一下哈。刚才这个两位教授都提到了，这个牛顿是先证明一件，先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从科普勒的椭圆率推得出平方反比，当然就是从不是他就是面积率再加上椭圆率推得平方反比，因为椭圆率是告诉你 x 的位置嘛 ，x of t 嘛，对不对？就是位置在天空中的这个位置。面积率就当然就告诉你速度了，其实就是这两件事情得出来的话，就是你知道速度跟位置。那牛顿所做的，我们如果不讲它细节，等于说他再微分一次，让你得到 a， 然后他证明 a 跟连心的距离成平方反比。那他说他不做假设，他这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在他的原理里头，他说他不做假设。我们平常的教书。的过程是你假设平方反比知道了，天晓得怎么知道了，不论 OK， 就是你假设平方反比知道，然后去推得椭圆率嘛。一般的大二的力学书也是这么教的 OK。可是牛顿是把这个摆在叫做命题17，对不对？他更早的命题是强调怎么样？我可以从科普勒的观察，他说这个是你不能挑战的，这个是。自然界的现象就是真理，这个那个就是你没得说的，这就是自然就是这个样子。他不懂为什么，可是我可以从科普勒的观察到的数据或现象归纳出来的这个科普勒行星定律，又没有人懂的东西叫定律。OK， 推论出平方反比率，那这个精神是完全符合这个培根，就是在。这个科学革命之前，培根所主张的，大家讲什么科学精神 ，OK， 就是你要客观的观察这个自然现象，然后去归纳出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你思维出来的 ，OK， 这样就有别于2000年前希腊人。你要跟希腊人比聪明是不要比了，可是有件事情他们你可以做，他们做不到的，你是真的好好去做实验 ，OK。所以这又讲就讲，但这个也是笑话，也不是笑话，就是说你们可能在外头没有碰过有学生问你们说，老师，地球如果是圆的，为什么美国人不掉到太空中去？我曾经碰到一个师大教授说，他曾经碰到有辅仁学生问他这个问题。OK， 哇，我说这个绝棒的问题，就这个学生显然有困惑，一直到了大学才有机会这个把这个问题敢提出来，不然平常你不敢讲嘛。因为你假如有学生问你，你的答案复是什么？为什么美国人不掉到太空中去？因为有地吸引力嘛。然后你如果问他，请问什么叫地吸引力？那地吸引力就是把物体吸收在地表的力，所以这个是因果关系，就哪一个？这个是互为因果嘛？你并没有解释，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如果回答学生说是因为地吸引力把。这个美国人吸在地表上，但美国会说为什么这个台湾人、中国人不掉到太空中去，也是因为，可是地吸引力就是在归纳这个现象吧。地吸引力
是没得解释的，就是我们自然界就发现说两个带质量的物体就是会相吸，这个没有人懂。所以物理因为前面的这些归纳都是大人物做的，而一旦他已经告诉他归纳出来，他了解了这个现象，他把它叫做定律之后呢，那么终于数学家可以出场了。 OK， 他们就可以从定律去推得很多东西，而那个东西就很有的玩了，也可以教，也可以弄得很难，可以有习题，可以有考题，所以我们的精力就被吸引在做那些事情里头了。尤其是你要考试，你几乎不可能，对不对？你不能问人家说这个牛顿是怎么提出平方反比例，或者说就前面那个归纳的那一部分是比较难考的，可是那个是物理学的精华。那刚才是姚教授还张教授有引用说是你们两位是哪一位引用那个你们 PowerPoint 就是说物理跟数学的这个差别，对不对？我想这样，就是说在我们的中学教育里面我们没有哲学课，我们没有哲学课。那我想法国是有的，这个我确定法国他们高中毕业他们的会考要考哲学，哲学他们上次大考中心他们有举一个例子，他们考一个问答题，对于你而言知识是什么意思，这种问题不得了哎，这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是虽然现在被人家恐攻啊，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国家的他的传统的教育里面他强调的东西，我想笛卡尔就是法国人，他们强调这个，他们强调这件事情，我们不强调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不管哪华人也好，我们对于哲学我常常上课，我教通识你知道吗，我教通识，我就教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我的学生哲学系的举手问我，张教授你教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干什么，我说你是哪一系啊？他说我是哲学系，我说那你哲学有什么用？他居然会问我说你教的这种东西很没有用，我说这叫匪夷所思，那匪夷所思。好，那么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忍不住，对不起啊，这边有没有学哲学的？没有啊，要有的话要先讲，要不然我下面不，他们不敢讲了，你不要问了，有也不敢讲了。啊，这不讲下去，这讲下去会出事，会像那个建国中学校长。那么，但是我觉得在因为数学的这个数学在中学里面它太一板一眼啊，几何啊，就是要证明什么。这样这样那个角相等啊，或者是说你要计算啊，计算说这个四面体它的体积是多少啦，好，主要是这样。我觉得在中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可以引发学生哲学兴趣的就是物理，就是物理，那个社会科绝对不会啊，绝对不会，那个都有答案的，那不行。但是物理真的是不一样啊，物理真的不一样，你光是讨论一个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就很有意思。哦，对，那顺便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我的经验。我在台大教通识教了六七年了，教文法学院的。我教来教去啊，现在我实在是有点沮丧。为什么？其实同学们他们对于牛顿和科普勒兴趣不大。这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个万有引力跟平方成反比啊，这小学就知道了。所以你说我现在证明给你看，他说哎，算了算了，别证明。什么椭圆轨道，距离它很遥远，是吧？那个天空那么大，一个椭圆在那边晃，到底晃到哪里去？对，所以，但是我发现他们其实对爱因斯坦的兴趣很大。奇怪的，这个几乎每一个人都对爱因斯坦很有兴趣啊。当然，他们有兴趣的这个面向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对他被退学有兴趣，有的人对他什么什么什么有兴趣。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我现在想法，我这我自己的想法，我想，我来弄一个那个，因为我现在有一个 OCW 的那个狭义相对论的那个在台大这个科教中心上面，我现在想弄一个继续弄一个有关跟广义相对论比较有关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还在奋斗之中，所以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它如果要让比较多的人接受，你要付出。更大更大的那种心力，因为你想要，
你想要讲给他稍微懂一点，或者假装懂一点，或者是以为懂一点啊等等，那 这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不是很容易。所以刚刚讲到，其实爱因斯坦的那个数学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比牛顿这个数学难太多了，很难很难的。你们可以去看他的那个广义相对论的课程，每天都在黑板上奋斗，写无数的数学式子。他最常讲这一句话就是说，啊，好了好了，反正你们回去算一下好了，反正算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什么伽马 I J K 啦 ，R I J K L， 哇，我的天哪，就是那个数学真的是太多太多。我以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没办法，很难很难接受。可是话又说回来，中学生他会有兴趣，他从哲学的观点，他谈时间、谈空间、谈宇宙，他会有兴趣。他有兴趣呢，那我们应该跟他谈。这只有你们物理学家可以跟他谈。我数学家没办法，他们很讨厌我们，你知道吗？就你跟他谈，就是说，你的麦克风对着嘴巴讲就好，没有什么。对他们每次总是这样讲，就我那个通识课写报告，写报告就写报告嘛，开头第一段一定是这样。自从进了大学，就以为从此再也不要接触数学了。没有想到又跑出两个学分的通识数学，啊，觉得人生真是无味啊。但是你们比较有机会，你们比较有机会，他们比较喜欢听物理老师跟他们谈这些时间、空间、生命、宇宙等等。我刚才就讲说，你要想象说一个一公尺的大篮球，直径一公尺大篮球，对于100公尺之外的一个小红豆，有施加这个看不到、摸不到、抓不到的超距力，我认为力学是极为抽象，而宇宙在膨胀这件事情是很具象。但是他认为夸克不抽象。不是，夸克跟电子一样不抽象。因为我们讲说抽象，就是说你如果讲说电子是一个东西，你如果讲说电子的性质 ，OK， 你要用方程式去描述，那方程式是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是抽象的。Okay， 可是你如果讲一个物体，它其实不是抽象。那但这今天不是今天谈这个事情的场合。OK， 我现在讲那能量抽不抽象 ？OK， 我们怎么想象能量？那又是大问题。不过就是关于说。我的重点是这样，我们物理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地表，例如说我们知道宇宙在膨胀，那有人就说，哎呀，我们国中高中的物理不要去谈那个地表之外的，我们只要谈地表上面可以碰触到的事情就好。我说我们知道宇宙在膨胀，我们人并没有离开地球啊，我们也只是在地表上观察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而去做出来推论，这推论是很有趣的，是可以懂的，我认为是可以懂，或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懂，但是你没有办法要求物理是每个人都可以懂的。Okay。 所以这个你能够就是说启发学生的兴趣跟想象，我完全 OK， 起码但从我的这个角色来讲，我可以理解，我也赞同这个张老师所讲的，说学生也许是因为万有引力这些东西从小听到大 okay， 他不敢，他就觉得好像就是不稀奇，可是他们对于宇宙时间空间是好奇的，也许就是因为不懂他们好奇，那当然这个他们不懂好奇这件事情跟老师要去把它教懂，这个中间有一点张力 okay， 因为老师觉得说我负责要教懂你，可是我再回来讲物理里头的什么叫懂是很微妙的事情，我再讲一遍，没有人懂万有引力OK， 没有人懂惯性定律，那个是没得懂的，那只是一个我们讲这些，我们一个名词只是代表一个现象归纳。那这一点，我认为在台湾普遍的物理教育里头是老师没有强调的。OK， 所以老师那学生因为不知道，学生进了高中去当老师，他可能尤其是因为大家都受到考试的制约，那考试是不会去讲说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要求的是具体的计算，所以这一点是不，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思辨，就是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讲，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经常有思辨的经验和
训练自己思辨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当然也就是说，希望各位老师多给你的学生这种机会。那这并不代表说他思辨之后他就懂了，也许更糊涂。不过那个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他要必须要有这样的经验，这很重要，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后来发现我们的学生都没有，不连思辨的兴趣都没有，那这实在是很，这真的是很不好。就是说这个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变得很贫乏。我再用一分钟回答刚才江老师提的这个三个定律。刚才高主任已经说物理大部分是定律，很少原理，因为涵盖就是普遍性，涵盖定律就是用原理来代替。那您说的这个三个定律，事实上在牛顿他一开始的书《自然之间的数学原理》就写了这三个定律。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要构造所有后面的现象命题，一定要从这三个定律出发。那这三个定律是不能推导的，是一种这心智的创建。但是第一个定律可能是从伽利略跟笛卡尔一些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那么在这本书之前，他写了一个 emotion， 他就是基础的小册子，他是没有定律的。所以第一次出现定律就是在《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写了三个定律，而且是在八个定义之下，然后是在整个命题之前。也就是说，他认为所有做物理的人如果要懂得自然现象，一定要从这三个定律出发。那第一个定律就是刚才我说伽利略那种斜面的这个滑动，以及笛卡尔的这个状态的这个启示，但是他们两个人没有用 force。 那牛顿第一定律我们说叫惯性定律，是从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说不受外力作用之下，所以他使用外力而不用质子跟阻碍。那这个定律有用，因为在牛顿要算动量这个变化的时候，他要说在这一点，如果你不给他力，他会是沿切线出去，这就是说这个惯性定律的使用。那第二个，他就是说所有物理学家不会算的，你今天要算动量变化才会跟整个轨迹轨道结合在一起，一定要算动量变化，也就是算加速度，这个时候就要用他的第二定律。那最后第三定律，在前面十七个命题完全不要用第三定律，但是刚才张教授第76、77要开始用第三定律了，因为他要算苹果，刚才高主任也有说跟这个地球吸引是为什么是所有质量集中在地心上，这个时候要用作用反作用，它完全不是日常生活得来的。刚才高主任有说这个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但就是用这个抽象的基础开始，他可以得到完全跟经验做结合，这个是他的主要贡献，而且也是今天物理的整个架构。谢谢。所以他是用命题来解释前面的三大定律这样子吗？不是解释，就是说用前面三个定律来推出后面的所有的命题。定律是不能解释的，就是他好像是得到虎克的建议，要讲象形呢，然后最后他最后整理出来，你就是用我这个公理去看整个世界，结果都成功了。基本上哈，这个就是我们在你先不要讲大学，起码高中是这三大定律就是力学的出发点嘛，那出发点就是没得解释了。当然你如果多学了一点这个而后的这比较更高深的这物理学之后，某个角度你可以说第一定律所强调的是对称性，就是惯性坐标是等价这件事情，然后这可以推论出这个动量守恒，也就是说像作用力反作用力，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动量守恒在背后嘛，而动量守恒是涉及时间空间空间的对称性，所以某个角度这个三大定律你还可以再稍微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许有某种的理解跟想象，可是我想那些都不是在一般的这个物理教学里头，起码在高中这个层次是不需要讲的，甚至我刚讲的在大学层次可能也未必一定要讲，你可以在例如说在研究所层次，你可以用设法这个从更高的这个观点，例如说就是我刚刚讲像对称性的观点来统合这个力学的很多的这个知识，那可惜这些都只能你知道一步一步来，这个我想在高中那个的确是太难，所以千万不要讲你说我在那边听到某某教授说第一定律什么什么背后有对称性，那你就自找麻烦。 OK， 我
绝对不建议这个如此。所以好，我们就结束了。那谢谢各位今天来听讲，那我们下一回见。